你看。这是。这敢是？那是你甲俊英的囡仔，已经六礼拜大。同志，恭喜你又要做爸爸。有心啊，已经叫心啊。你敢有骗我？阿晴跳到要搞人欢喜的，这敢真正是我甲俊英的 baby 的超音波相片？是啊。我哪有可能提起来相片来创治你的？我是第一病院听到俊宇讲伊有心啊，啊听起来伊嘛足欢喜的。乖，伊让俊宇心心秘密要跟我讲话小秘密，失去公爷囡仔，总是忙到回来。真正第一公是做皇帝，第二公的是做爸爸。唔对啊，今日只毛新妇无伫新公边，啊，迄、那个嫁入家风，嘛唔知影敢会晓照顾，今日真足辛苦的。这嫁入家风去老家，手头工都是伊控制，准备要害阮老家，安尼今日甲伊闹会厌。我还等你报好伊。东西，你放心啦，迄工作时伊袂这么紧有动作，伊绝对会看到我面子上，唔敢答应母仔囝。你确定？当然嘞，我真清楚，这甲宝宝对你来讲拢真重要。我拢敢拍相片来让你欢喜啊，我就有信心会当好啊保护因的安全。当我甲工作时参详了后。我一定会把俊宇带来你的身躯边，让伊会当得到上好的保护和照顾。啊，只是需要一寡时间，啊，这段时间你稍微困一下。我无法度等伤久，若无我会烦恼到十月就困袂去。我嘛知影啦，啊，你食袂落困袂去，妈妈嘛烦恼啊。你做你放心，我一定甲俊宇，啊，佮你的爸爸带来你的身躯边。虽然尤香水信心满满，保护静玉，啊，不过我唔相信江都是迄只老狐狸，伊会照骗照骗。我一定要赶紧想办法离开这，安尼才是一个会当保护静玉甲老家大大细细的方法。拜托的啊，什么时阵啊，搁有心情跟我算计小吹？你着急啥啦？我当然着爱先确定后壁敢有人甲你缀，我毋才会当出现。明明就知影你即摆咧代替真正罗家峰，我哪会敢甲你惹麻烦？你明明嘛知影，我时间无够侪，我来甲你讲话时口气较着急无，你着莫甲我见怪，我着甲你回一个实的。而且我嘛知影，你做代志比我较认真，所以你嘛知影伫个只讲话较安全，对毋？咱才分开一段时间尔。你有啥物着急？我结婚手指，说到即摆已经毋是我的瑞安哥哥。哈，魏珊珊啊，你嘛甲差不多，我无啦，你是无适合演这靠调仔戏呢。我以为也是你的瑞安哥哥，迄是因为我即摆伫演罗家峰，所以我挂即卡手指。你莫在摆乌白想啦，你。无使啦，上叫我有记你以来，我就无甲你分开遮尼久啊，而且。我的责任就是保护你。我看上细只，你为着救迄个老虎兵，为遐尼悬的所在跳落，你好受伤？啊？对，帮我受伤无啊？哈！你莫伊在咧搞实来实，你搞到干哪咧实来，伊头就戆的呢呐！你还相信我的能力啊？我的救生员执照不是摕假的。
我知呀，你足够受罪的。啊，我听客别讲的时阵，我嘛是惊吓啊。啊，你敢有需要为着救老虎米，冒家己的性命危险，万一有任何死角，才是要怎？你讲有这哦，我都无法度控制我的情绪呢。我一看到老虎米，我就装袂起啊。啊，后一秒，我就落伫水底啊。我真正唔知要讲你呢。啊，你又不是真正罗家峰，你敢有需要冒家己的性命危险，要去救你的外孙人？你是叫个放屁的！每一滴吐都疼，你知唔啦？我都跟你讲过，我唔知想怎会安尼啊。啊，怀疑我头壳内面就红出现老虎米搞关心的画面。你讲看卖，我是不是跟罗家峰同款？都是职业破口在作怪关系。不可能啦！啊，你跟罗家峰也无同款，你无听客别讲，罗家峰伊是细汉时阵卖饮过醉红酒，才会失去记忆，唔才有职业破口的讲法。啊，你无同呢？你是亲目睭看到你的爸爸和罗在兴害死，你妈妈为着要救你，唔才在领导工厂出意外的时阵嘛失去性命。我甲你提醒哦。当初若不是客伯好心给你领养、给你栽培，无可能有今日你。你讲的嘛无唔对，我知影。而且客伯嘛甲我提示，我这个人伤过心软啊，会去破坏着咱报仇的计划。啊，不过你也知影，我今晚入去罗卡代替罗家峰，我唔是去佚佗，嘛唔是好耍的。我知，啊，你家己嘛知影就好。是讲，你拄则敢有突出，互罗家的人发现啥物？毕竟恁家住伫病院，敢毋是爱做做一检查？你敢袂记啊？我的血型甲罗家峰是同款的，做一般的检查拢唔免烦恼。好啦，啊，恁若是有啥物需要，你随时甲我通知，我尽全力给你斗相共。家峰，家峰，你倒位？家峰，啊，你还上来回你？你身躯顶那有晚香玉，还有茉莉花的香味啊？你咧甲赵英啊讲话啊？真正是摸不过你的鼻啊！啊，拄只咧病房内面受过无聊啊，等伤久啊，所以我就出来行行者。啊，想知影倒有一个查某囡仔来问路啦，都干安尼尔咧？敢真正是安尼？我哪有可能骗你啦？你是我的女神呢，我绝对无可能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啊！我来甲你滚生笑的啦，好啦。孙爷抢修我已经办好啊，啊有一个人哦，一直吵讲要赶紧回去厝诶，咱来走，行。无喏，要回去进前，顾姐真重要所在，一定要陪你去者。想袂到你竟然是带我来遮，要甲爸念香诶，而且搁准备遐尼济爱食诶小菜甲酒，互伊费心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也是应该做的啊。因为我跟妈妈出意外的关系，都跟大大小小都在病院无用，所以没人跟你斗三工，替你处理爸的后事。我这做囝婿的，至少嘛来给爸爸念一个香，啊，顺便爸爸了解一下，现在伊的查某囝在家，啊，请爸爸能放心，我嘛会好好照顾你啊。峰，真做多谢你，愿意为我做这个代志。安尼爸，伊就会当无挂碍，放心离开啊。啊，你卖艰苦啦。我会为你做这个代志，迄是因为我想要让你安心，啊，唔是要让你艰苦安尼哦。我唔是艰苦，我是感动。啊而且我相信，爸若看到你安尼对待我，
一定有我很欢喜的。真是多谢你，我真正嫁到好翁，因为你是这么疼我、惜我，为我咧设想，你真正是天下的最好的查甫人。你帮我提些。哦。哎，头壳受伤啊啦！啊，你个豆豆，我相信爸妈袂反对啦。初坚持要嫁予家风的决定，是毋是上该正确的？你看，伊万项代志拢为我设想，以后我甲伊还阁有要倒来底宝宝，阮一家伙仔三个一定会过甲足幸福快乐的。所以你们挂心我，安心阿爹菩萨身躯边好好修行。等到有一天，我晚辈会你老了，咱才搁伫个天顶见面。阿姐，我是梁水安，虽然你不熟悉我，啊，不过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袂伤害到你查某囝的心。我针对的，只是卢再兴一个人尔。再来看你，你嘛做你放心啦。这个回光阿姨那边，我一定会到三公照顾。你伫迄边，卖给家己因照顾一寡。等到有一天，咱一定会当伫天顶团圆吼。这段时间哦，我拢困在新军床啦。啊，若无我调咱的冰心哦，去影响着你爸爸个不好呢。也唔过你向拢注重困眠啊，安尼也是困无好势，隔顿敢无精神，是咪要上班？安尼嘛无要紧啊，我会当去困客房啊。啊，即马上吊就是你甲爸爸哦，为着爸爸，我来小坚一下。别烦恼啦，我自己养处理的。无好啦，这段时间哦，才好你稍微睏下。爸，你讲啦，为着爸爸好，啊，上重要的就是你会当平安顺利，把囡仔生落来，我牺牲一下嘛是应该啊。啊，我现在去泡壶啉，让你啉啦。啊，人讲哦，有心的人爱加补充。钙质，啊，老了以后才袂骨质疏松啦。嗯。那会感觉家风精神了后有淡薄仔怪怪啊，敢若会惊我呢？哎呦，敢毋是我有心，毋才会想遐济。杨瑞安，你嘛靠出团嘞，甲女神讲几句话，都面红红，心肝皮破彩，啊，毋是想要证明你绝对做甲比罗家风骨较好，所以啊较定着的，知无？